你可以推小力一点好吗？小姐，我现在跟你讲话，不爽跟你讲。你刚刚推门开到我了，你可以不要再这样，对不起了。你再一次，你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打到我了，我心情不好吗？你这动手动脚是怎样？你刚推门的时候开到我了，那怎样啊？我跟你治疗不行吗？态度好，可以吗？态度好，可以吗？态度好吗？你再给我一次，现在现行犯逮捕你。本分局5月19日接获民众报案，计程车司机与乘客有纠纷，本分局员警立即到场处理。该女子突然情绪失控，挥拳攻击员警，那员警立即以强制力压制逮捕，依妨碍公务及伤害罪，现行犯来移送台中地检。